踢吗？可能会骨折。十二，直接挑战十二。乖狗。十二 C。心电图哎，心电图，心电图长这样也是要死了吧？心电图不是长这样吗？心电图没有这么平啊，还是这么平才是问题啊？没有，心电图是一个往上之后再往下，它就往上啊。坏掉了，坏掉了。还刚刚买个那个，太帅了吧？看起来是真的问题。十二 C， 啊，你这个是病出的针吗？还是一样啊？一样啊。谁是的？刚刚那根针发生什么事？它弯掉了吧？哇，它断掉了。它是头病钝，可能要磨针吧。所以。会要磨针吗？你要拿蛮尖的，你要拿那个石头砧板去磨它，这样。你要磨针？你要磨成绣花针？可以拿磨刀石来磨，而且还是弯的。那看起来很尖呢、啊，在哪里？在个板板上。这也看起来很尖，只是弯掉了。这是什么材质、啊？好问题。有没有超硬的针跟超软的针？那钻石哦，钻石针哦，不要针啊！钻石磨成针是什么鬼？哇塞，这超帅，还是有点松哎、欸。我们调到八，对啊，太油了，还是飘起来。超帅、欸，啊，九三九 C， 是九 C。
我手机剩一趴。好重点。哇，是我的下巴先生。可以。我都忘了他要没电，把他。你看。嗯。这是哪个？这个。没有啊，酒啊，这个是刚刚新拼图。哦，我还以为你这个，然后变金之后变金，我想说哈哈。那也太香吧。哦，它不是直的。那就是技术的问题。就缝出直线是不是还蛮难的？对啊。嗯，你要那块板板吗？不用啊，为什么要那块板板？就可以缝成直线吗？比较不会滑掉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没差，我只是玩玩。这可以怎么？换 7C 好了。那如果不动它，是不是就会变直线？它应该就会斜。醉酒，吓晕了，醉了醉了。这个跟刚刚的酒好像没有差太多呢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七啊，七它那个左右差的比较少，但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差多少。我觉得这怎么看起来也差不多。可能是你没有用手的问题。有啊，七啊，然后再来一次，什么鬼？